欢迎收睇 Wyman 游世界，嗱，以历史嘅角度去探索每一个地方啦，能够让我哋得到更多嘅沉淀。嗱，每一处嘅地方有每一处嘅独一无二，正正印证咗一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嗱，古代世界咧有七大奇迹，分别如下：第一啦，吉萨大金字塔；第二，空中花园；第三，阿底米神殿；第四，宙斯神像；第五，摩索拉斯王陵墓；第六，罗德岛太阳神铜像；以及系第七，亚历山卓灯塔。七个当中咧，埃及就占有咗两个，但系其中一个咧同希腊系非常之有渊源，甚至道出咗两国咧由古至今嘅藕断丝连。佢立于海中，就像山一般，几乎系高耸到云端，下方海水流动，建筑感觉就好似浮喺水上。而頂端則升起了第二個太陽，成為船隻的引導。其實這一句話充滿了文學氣息，就是西元二世紀的這個作者阿基里斯泰提厄斯對於亞歷山卓燈塔的描述。這一段的描述就顯示了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亞歷山卓燈塔，自興建以來它就極負盛名，提供了很多的想像。它不單單出現在歷史的材料和遊記當中，亦都成為歷世歷代藝術家的靈感來源。亞歷山大的這個燈塔，或者叫做亞歷山卓燈塔，位於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對面的法羅斯島上，因此它亦都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法羅斯島燈塔，是古世界七大奇蹟之一。大約在公元前283年，就由這個小亞細亞的建築師索斯特拉特所做設計的。他在這個托勒密王的王朝的時候就作興建，由於歷史的模糊記載，這個高度估計是得377到492英尺左右。為什麼會是模糊記載呢？沒錯，他已經是倒塌了。他在倒塌之前呢，可能是僅次於胡夫金字塔以及是卡弗拉金字塔的這個第三高建築物。由於這個埃及的海岸，即這個海岸線很平，就缺少了用於航海的地標，因此一個位於港口的標誌就顯得非常重要。這個亦都是燈塔在設計之初所具有的功能。所以今時今日已經是見不到燈塔了，但是我就帶同大家出發去到燈塔遺址的這個叫做該特貝城。這個城堡就是用燈塔的即冧了之後剩下來的瓦礫所去建造的。今日就係喺埃及嘅最後一日啦。今日嚟到呢一個最大嘅港口城市，係非洲最大最重要嘅港口，叫做亞歷山大港 （Alexandria）。咁呢一個港口咧，佢嘅建築其實係充滿咗希臘嘅風格，所以一嚟到呢一個城市咧，第一時間我覺得，咦，做乜好似我去希臘咁樣有幾分熟悉咧？嗱，雖然當地嘅人啦都係埃及人啦，咁但係佢嘅建築同埋佢哋窗口啊等等啦，都係充滿咗希臘嘅感覺。咁原來咧，佢哋係古希臘嘅時候咧，呢一個係俾希臘統治咗嘅國家嚟嘅。近代咧，埃及咧就將呢個開羅咧定都為首都之後咧，亞歷山大港嘅地位先至係不斷地下降，但是他們的財富和他們在埃及的重要程度是沒有減過的。今天就跟大家來看一看這個地方。這個城堡可以望到地中海，亞歷山大和地中海是亞歷山大對面是土耳其，再對面會是去回希臘。最後一天帶大家看一看這個這麼重要，對非洲這麼重要，對埃及如此重要的亞歷山大港。
身后啦，呢一个就系地中海。呢个城堡啦，其实喺城堡入边可以见到有一啲嘅，好似类似炮台啊，或者系啲炮台遗迹啦。因为呢个城堡啦，以前系可以攞嚟抵御一啲喺地中海外嚟嘅侵略者，但系而家已经废弃咗啦，因为而家已经系廿一世纪和平嘅年代。呢度睇地中海嘅感觉啦，亦都同希腊唔同，因为希腊嘅话你会觉得好正常啊，即系俾人咗感觉咁地中海就好似觉得佢希腊系就会同佢黐埋嘅。但喺呢个亚历山大港咧，你会觉得有一种冲击啊，因为亚历山大港佢哋嘅文化系信奉埃及啊嘛，咁信奉呢个清真寺啦，咁但系亚历山大港咧有好多好多嘅人啦。原來都是信呢個基督嘅，甚至信基督嘅人咧，會比伊斯蘭教嘅人咧更加多少少啊！啊，呢一度好靚嘅，而且咧，亞歷山大港咧，佢嘅常住人口咧，只係得百幾萬人啦。咁但係一去到暑假咧，就會去到呢一個600万人，600万人，哇，翻咗6倍啊！點解咧？因為呢一度係比較涼爽，同埋近海，可以出去游水啊。可以食海鮮啊等等。但一到冬天咧，佢哋嘅人口咧又會鋭減翻，因為冬天嘅時候咧，亞歷山大港會去到15摄氏度，咁佢哋就認為咧，亞歷山大港係太凍啦，不適合佢哋居住。佢哋話10几摄氏度咧，佢哋就會停工啊，喺屋企瞓覺。我覺得係非常之匪夷所思，我哋零下10几度都仲係要工作。在1303年和1323年的两场地震就彻底摧毁了灯塔。1480年当埃及国王马穆鲁克苏丹为了抵御外来的侵略，他用这个灯塔遗留下来的瓦砾在灯塔的遗址上建造了盖贝特城，又或者他有第二个名字叫做灰贝堡。而灰贝堡的入口所使用的红色花岗岩亦都是来自阿斯王。而碉堡隔離有一座大型的儲水池，就供這個圍城所使用。目前灰貝堡同時亦都是一座海軍軍事博物館，展示有羅馬到拿破崙時期的一些武器。同時灰貝堡亦都是欣賞亞歷山卓海灣的絕佳地點。現在我帶大家入嚟睇一睇個城堡。喺呢度好暗。以前的設計，雖然埃及是一個穆斯林國家，但是這一座城市我第一句感覺就非常之歐洲。雖然埃及的伊斯蘭
統治者在奠定了開羅為埃及的新首都之後，亞歷山大港的地位就不斷下降了。但是在19世紀末，也就是英國統治的時期，亞歷山大港是晉升為世界主要的船運和交易中心之一。蓬勃的棉花葉和連接紅海、地中海地區的優越地理位置，帶給這座城市非常豐厚的利潤。我們先休息一會。